义大超级亚洲音乐节即将在高雄举行，艺人吴克群小鬼二日出席记者会为活动宣传。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这么盛大的音乐节。对，没错，你嘛，克群，你有什么招数？你以前很棒哎，克群常常在很多大型的表演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带四五十个 dancers 啊，对不对？这一次你想要准备什么在艺大？我这一次其实我想要开大黄蜂啊。你说那台黄色大跑车？对，因为大黄蜂，我现在到现在我妈妈都还没有看到，所以我觉得大黄蜂停在哪里？哦，然后藏得很好，因为我怕他半夜会跑出来。对，老师你想太多了。对啊，平常我们也很少看到，你也没什么时间开啦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是南部的妈妈，没有看过你这台大黄蜂。所以我很想要这一次呢，就表演上面呢，我们直接把它开上台。开上台？对，现在在跟主办单位协调这个问题。是，开上台。开上舞台。哇，那这真的赢了啊！这多精彩，出场就是一个气势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吴克群要开他的跑车，变形金刚。因为这是视觉效果嘛。对，就是这一次，因为我的表演呢，还是以 band 的方式去呈现。对，但是 band 的大家一定以为 band 的方式就一定是就是这样子嘛，大家心里会想那个样子。其实我会参与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，例如说有 dancer。然后，所以说这一次呢，我在舞台上面的表演方法呢，可能会有更特别的，例如说我有可能会吊钢丝，是的，对，可能从天而降啊，是，或是突然间飞起来啊之类的，哇，太帅了哈，对吧？你刚一讲吊钢丝，吴克群马上倒抽一口气，因为吊钢丝，我一直觉得在舞台上面吊钢丝很酷的，对，一定要找好的人员帮你吊，没错。联合报记者涂慧刚采访制作。